而家是11点，请问今晚的10点我们相距几多个钟？应该是11的。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呢11点呢是距离12个钟。是相距12个钟。是之后呢10点是21，所以咪等于11咯。哎呀，快而准。好，下一题。如果而家是7点，咁请问去到今晚8点相距几多个钟啊？系13个钟。系又点解咧？因为七点系等于12个钟，跟住咧之后到夜晚七点，而八点系多一个钟。所以是等于13，我咪12+1等于13。唉，你好嘢，多谢你真系做得非常好。